暮春三月，摄影队第一次见白雪仙女时，呢日佢到访中文大学，顺道参观朋友口中不断称赞嘅呢个建筑布局。仙姐对新鲜嘅事物总系表现得好雀跃。西流错梦抄晒出嚟，嗯，只镜嗰啲，即系系咪呢个？系啊系啊，呢个镜咁样嘅。西流錯夢是仙姐当年担纲的仙凤鸣劇团在1958年上演的劇目。精心设计的立体布景，表演者舞台上一举手一投足，现在只能够从当年保存下来的劇照之中寻找痕迹。我自己是班主，啊，我自己覺得應該要保留呢啲嘢。呢啲我哋咧就係擺喺嗰個擺出邊嘅，擺喺出邊即係戲院門口嘅。嗯，咁特刊咧，我哋覺得應該要做一本。咁呢堂嘅生煙先生都好多意見喺度嘅，我個老師啊、孫太啊，咁我哋大家都好多意見。即係認為應該點會好啲咧？咁就當時認為叫做好啲噶啦，咁我哋就做。唐迪生同孫養龍夫人胡英呢兩個名，仙姐經常掛喺口邊。一提到仙鳳鳴同自己對粵劇嘅追求，佢一定會提起呢兩個人。任建辉、梁醒波、靓志白，同样在仙姐艺术生命之中举足轻重，特别是任姐任建辉。1943年，仙姐15岁，她跟随父亲白居荣的剧团到澳门演出。当时风魔万千戏迷的任建辉亦都在当地表演。我还记得他请吴龙带我上后台介绍我识任姐。我未做戏已经听见有任建辉的镜花艳影，我佢梗系古老到不得了嘅。我哋所谓带一个嗰啲戒指咧，好大个嗰啲叫做吴敲尔屎，系。哇，梗系咁样噶啦，咁点知睇埋佢唔系？哇，佢身潮到不得了，真系风流进入啦。然后上到后台见到佢，咁咧好多人服侍佢嘅，有个太太系煮紧燕窝不地嚟喂俾佢食啊，咁样佢嗰人真系风魔万千影迷，所以真系叫做戏迷情人。任姐、仙姐一见投缘，之后仙姐就加入任姐的新星剧团做二帮花旦，再由二帮升做正人。冇人预料得到，当日的邂逅竟然一手撮合任伯呢一对粤剧舞台上最完美的组合。大概是1945年咁上下，有一个叫做沈维昌咧，佢就睇到我做戏，佢话俾唐德生听。这个花旦可以学昆戏，可以学京戏，因为他呢眉梢眼角啊，一切呢都具备到这种条件，不要辜负了，不要浪费了这个人。唐哥说好好，你带我们去介绍我们识啦，咁去找上龙夫人咯，咁啊，或者呢啲系缘分嘅问题啦，咁佢见到我。傾起上嚟，佢又肯教我啦。佢嘅文學好好，修養好好，佢又係跟過梅蘭芳學戲嘅票友，即交友好廣闊。咁佢又識到孟小冬老師，咁佢又提醒我一樣嘢，好少你都好受用嘅，即係水袖可以黏住嚟做嘅，即係揸住個水袖嘅袖口可以黏住嚟做戲嘅。
啊，唔係一定係要放曬至做嘅，即係好少咁樣提下你，咁都係好得益嘅。所以逐漸逐漸咧，咁就覺得真係遠離好難嘅，越覺得知得多就越覺得好難。越覺得難，自己就越想去追求。仙姐對戲劇表演的追求，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一直延續到今日，絲毫未減。謝謝啊。他特别欣赏京昆戏曲严谨细腻的表演程式，加诸在感情见青的粤剧身上，兼收并蓄，就更加可以圆满粤剧的表演艺术。因为我觉得呢，每一样你看了都有啲俾你有好处，有吸收到，不是一定话要分开咩剧种。我去看戏都话我不会蚀本俾佢噶。1956年，仙姐担任班主，组成。